好的，现在玩的是手游《无尽的边疆》，我有一只宠物可以升五星，最高级斯特尔，它可以拿到八星宝物，解放的古代祭司项链。增加近距离攻击手攻击力。近距离部队防御增加，然后关卡中增加所有士兵的能力值，勋章，啊，他拿到碎片的地方就工会 BOSS 战，应该是古代遗迹吧？然后哪一关之后啊？好像是第九之后。就可以打得到这个嘛？好，目前应该只有这里啊。之后那个世界 BOSS 不知道会不会开放，不知道。现在没有开，现在只有到高级而已，最高级还没开出来。好，那差不多这样。然后我的宝物更新了。换到九星的，有打得比八星的时候多啦，可是还没有用满哦。现在满的只有暴击、亡灵暴击伤害跟亡灵攻击力，其他都不怎么满。然后减少任务开启的金子也没有满，我用到220差不多可以升到目前最高的任务啊。差不多，可是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，自己调整。然后这个组合好像可以强化哦。九星，诶，在哪里看？九星好像可以到四阶啊，我现在才到二。哦，九星可以到加五哦。是加五要200等哦。那这个弄3个200等好像还行啊。啊，有的属性是有重复到的，现在还没有找到九星宝物可以没有重复属性的弄，好吧，那差不多这样。